要揀香港的地道菜式，一定是粤菜啦。今日抢食咗苏特工队，带大家食最讲究的粤菜。才记啦，喺私房菜的总厨有40多年的丰富经验，海鲜食材每日都新鲜空运到港，包保三晚啊！即刻试下呢度嘅招牌菜经避风塘炒蟹先，净系闻都觉得好香啊！师傅咧会将啲肉蟹炸到金黄色，然后咧加入蒜蓉、豆豉、辣椒炒香，而辣椒咧就用干湿两种辣椒一起炒，因为干辣椒咧就够香，但系唔够辣，湿辣椒咧就可以提升翻个辣味啊！好味啊！那蒜蓉咧系完全可以带到蟹嘅鲜之外咧，就多咗一个蒜蓉嘅野味，同埋最紧要唔系太辣。嗱，讲下啲蟹肉点解咁新鲜啦？系因为咧佢哋选用咗嚟自菲律宾或者系越南嘅野生肉蟹，佢哋咧系靠食一啲天然食物噶，好似海藻啦、鱼虾仔咁啦，所以咧真系够晒鲜味噶。跟住我哋要试嘅就系呢个金蛋黄煎海中虾啦，佢叫海中虾咋，但系佢系好大只噶，因为佢用咗咧澳洲嘅野生虎虾。脆卜卜，佢個肉質咧係好扎實、好彈牙，再加埋嗰個蛋黃咧包住佢咧，啖啖都係鮮味同埋鹹蛋黃嘅香味啊！跟住要試嘅就係呢一個蘇格蘭聖子王啊，超大隻啊！我覺得冇得彈，因為咧佢真係夠曬彈牙，同埋索曬啲汁咧，所以食落去咧真係好鮮味嘅。才記辣蟹私房菜避風塘辣蟹聖子王海鮮二人晚餐，原價1346元一份，抵食價776元一份。四人晚餐原价2413元一份，抵食价1552元一份。无论二人餐定四人餐，人均都只系388元一位，限量共200套。而家即刻入轮住买抢啦！想食得好，食得着数，即刻上轮住买抢电子饮食优惠券，即买即用。